保罗的平行世界，现代诗的神秘。写现代诗的朋友经常在脸书上发表晦涩新作，您看得不太懂，仿佛写得不错，觉得尺度超过，政治立场不明，又觉得像在骂自己。请问您会一，管他的，就按赞；二，根据自己的直觉写评论；三，就评像极了爱情；四，在完全弄懂之前打破砂锅问到底；五，假装没看到。